打击准备要轮到的是徐宇豪，结果呢，基督徒给了一支安打。记录拉米狗是9胜8败，稍微领先。场场比赛只投了3局，有5次的4-4，痛宰了统一师。这个球强拉回来，三点方向滚地球，第一线漏了一下，再传来得及吗？还是来得及。最后攻势也就是葬送在他身上，不过这一次应该就不一样的哦。哇，中左之间扎实的平飞安打，现在有机会要让我们一个桃园这边呢，吼吼，拿一分。徐宇豪上面四上的打击有打出了拉米狗的这2分。徐宇豪这一个球很扎实，哎呀，游击手吴国豪呢跳起来，差一点就接到这一个球了，不过还是硬生生越过他的手背范围，就上空形成安打。手一好一坏一出局，这在近况的部分就如汉义讲，那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，就是同一赛事算这个半局也是这场比赛的胜利打点啊，对，也是他在第四再度找上了三垒手杨家维，接球之后垫步传往一垒，都多投多传，把那个机找回来就对了。好，现在垒上跑者启动，抓到了。这个球高了，那郑凯文也出手，不过捕手有机会来守备。嗯，顺利掌握到这一球，但是也接得惊险。垒上跑者启动，捕手往二垒传，来得及吗？哇，来得及。